家的功德款呢，不是给这个寺院周围的一些整修的功德，所以这是大家的点滴的功德回向给大家，所以这是大家的福报，所以呢每个人都有一个一份呢，发心这是功德参与就有这个福报啊。就像是呢我们去到不丹在每一个寺庙里面也都在佛堂里面做帮大家祈福帮大家回向身在那边都有想到大家所以呢有考虑到大家的寺庙事业啊经济啊，所以呢在那边呢当然大家最关心的就是经济的问题所以在黄财神的那个地方特别祈求特别祈愿因为大家比较需要所以在黄财神那边呢也帮大家回向希望大家里面的事业经济也能够比较繁荣能够这个消灾免难所以这一点也是帮大家在佛前有所发愿所以呢我们当然等这个付出此作之后呢可以跟大家具有这个在那边参学的这个能量的加持才会跟大家加持希望也能够让你们呢从此呢业障消除一切能够顺利能够经济繁荣经财广进那我们陈师兄或美玲或者是燕光要不要讲一下你们的心得